吃香这几日，为可你陪我喷喷咯。好，好，伊在你的伤口受凉，让你更加方便喷喷之意。好，武林需要你的力量，在红谷的也是。我相信红柔尊家最后的心愿，就是你健康平安。你要为他好好活下去。这点光阴究竟是何人所有？木蛟龙，我回来喽！进入仙门开封了吗？开封了，不过又进入仙都，只要得所谓通关证，为何这点？早前没听你讲过呢，我嘛感觉真紧张。这段时间没来，相规改变真多，害我根本派不上用场，反而一直拖累众人。是不相瞒其实，你也是没派文的一员吧？这为何突然这样说？因为你并非单纯的商人，而进入的伪装，目的只有两个：第一，侦察。第二监视，警察监视木匠龙，你未免伤多了。以你上次这几天的感觉，就知晓你是来得无单纯。是木匠龙得理了。如果你真正怀疑我，那咱不妨就此分道。哈，不是这样认真，无论你出身何派，并无影响。警察也好，监视也罢，该是蛟龙随口所言，切勿在意。所以呢，不过通关证的问题，我有找到另一个方式。哦，在下那点官银可以用来做通关的证明，如此好用。听说这是神都大将军所独有的红银。大将军，听说是挖红神都的第一高手，人人敬畏。看来那只白熊必是仇人所用，不可能。无意之通，世上无人可以察觉。哈哈哈哈！先饮一杯酒，再前往城门也好。七雄，他不担酒。是，那就卖勉强了，咱行吧。是，为何意外吗？一杯酒加上无比之香，到了夜暗气温下降之时，面临三型毒素的反应。如此毒招是勉强硬毒，无错。用两样完全无毒的物件混合，搭配施行，变成最致命毒素。你自以为聪明，其实大错特错。我对在你的身边，不是为了侦查，也不是为了监视，只是为了实力。你到底是什么人所派？这个问题。老联盟阎王吧，七香，快走！来不及了。因定之中变数在身，将我与七香交锋胜利，因抽起红兵必杀。哈，交我死！你想造起毁人杀雕，杀杀，民兵必杀，吉祥进攻，高将再起。飞车也想天威吗？为木蛟龙一同休息吧。
上咱村，李丰顺在场众人至今因呕一愣。我的手，好在你的剑气，我叫奴隶，真可惜。但无你讲出真相，一个人就出手了。到底是这个人自然踏入新宝地下，就在高峰干死了。难道就是这悲心的主人？是，但仇人并不敌，甚至会送官人。可惜你运气太差，无法察觉仇人的动向，所以你是故意中毒。早就怀疑的人亲手所添的酒，谁敢饮呢？你现在该是探寻兄弟的时候了。这，哼！你将车声打醒当胸，你偷回一支酒也是应该。进，睡吧。你究竟是何人所派？哼！你为何要尊心？因为接下来的画面太过残忍，不宜观赏。再问一次，你究竟是何人所派？我，你是我。一出车声已经打响山，卖动手，总算愿意配合了。我说，我乃是夏承林派来监视您的人。夏承林，新任的防暴的领导，是，就是伊。伊的目的为何？我唔知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为何在最后选择动杀？因为中原情势有变，伊无希望恁插手影响三教一统的大计。以后顺势丢掉青龙子众人，哦，是吗？我讲的拢是事实，可是根据动机汇报，不动真心者，那是信用靠。是，但这也是顺势以为，一切皆在夏承任掌握之中。那不是的话，你可以看卖的。夏承任，中主，比中米，米多，我只问你，你真正去过岳峰新都？无，我只是根据资料胡言乱语，看来必须找高峰之上的朋友相助了。夏承任，青龙子，为何听到青龙子反应如此激动？无什么。